请掀开经本，阿修罗王记诵第七首看起。世间所有众佛海，佛力能生何令尽，佛能开示解脱处，坚行庄严入此门。坚固行妙庄严阿修罗王，他修学的法门是普及不可坏善根，净住染浊舌头门。我们从这个法门名称里面要体会他修行正果的方法。善根已经是很难得了，又何况是不可坏的善根？因为只有不可坏的善根才能够把我们无量界种种的染浊洗刷干净了。尤其重要的是普及，从这两个字上看到菩萨修行的真精进。那么记诵里面他为我们说出他自己修学的心得报告，特别的提示我们世间人确实是不分国土，不分族类，没有一个不希求福慧圆满。圆满的福慧我们是不是能够得到呢？在佛法里面讲啊，是肯定的。为什么佛说的这么肯定？佛给我们说了，圆满的智慧德相是一切众生个个具足的。换一句话说呢，这一桩事情是本有的，不是从外面得来的。所以佛的话才这么肯定啊。那么既然自信里头本来具足圆满的智慧德相，现在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变成佛慧全无啊！佛给我们说了，这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业障，把自己的智慧德相障碍住了。
佛在经上有比喻说，自信本具的智慧德相啊，像太阳一样啊，阳光普照大地，我们的业障啊，就像乌云一样啊。我们现在有一片乌云，把我们的阳光遮盖住了啊，不是阳光没有了，是遮盖住了啊。现在人都懂得，我们乘飞机飞到云彩上面去，阳光依旧是普照啊，那飞机什么突破了乌云啊。现在我们的问题是怎样突破我们的障碍，这个障碍啊，无量无边啊。说不尽的。佛为了教学方便起见，把无量无边的障碍归纳成三大类。第一类呢，叫见思烦恼。见是见解，思是思想，我们对世间一切人事物看法，看法是见解，想法错了，与事实真相完全不符合，错了，错了就产生障碍啊。属于这一类的呢，叫见思烦恼啊。第二一类的叫尘沙烦恼，这是说一切人事物非常复杂，投诉之多啊，就像尘沙一样无量无边的啊。我们对于这些事项不明了啊，不清楚，造成了障碍啊，不了解它的真相啊。第三一大类叫无明烦恼啊，对于事出世间一真庄严的真相不清楚啊，不明白，就叫无明。无明是你不明了啊。有这个三类的烦恼障碍住自信智慧德相，所以我们自信智慧德相虽有，不能现前啊。原因在这里，信德不能现前，我们现前在世间的受用就要靠修德了啊。这好比一个富贵人家，家里面有亿万财富啊，受用不尽呢，但是现在出门去旅行，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带，你家财万贯也没用啊，你救不了急啊。
你今天要吃饭，你没有钱去付饭钱，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只有打工了。啊，这个打工是什么呢？修德。啊，你修德的多，你生活富裕好一点；你修得少，那你生活这个就要差一点。就是这么个道理啊。我们今天迷失了自信，我们的信德跟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跟华严经上的毗卢遮那佛无二无别，是平等的，是一样的。啊，极乐世界黄金为地，我们家里也是黄金为地，一点都不稀奇啊。啊，可是今天极乐世界的人他得受用，我们不得受用。啊，也就是说他们没有障碍，我们有障碍。啊，所以佛之这样肯定地告诉我们，啊，就是这些全是自性本具的，人人都平等，没有说哪个比哪个差一点，哪个比哪个好一点，没这个事情，完全平等。啊，佛家讲平等是建立在这一个理论与事实的基础上。啊，理上如是，事上也如是。啊，那么六道众生乃至于十法界之所以造成不平等，就是我们对自信迷的有前深后薄不同，迷的浅的，迷的薄的，福报就大。啊，这个是六道里面天法界，六道外面四圣法界，迷的薄的，啊，迷的浅。迷得厚，迷得重，啊，人法界、修罗法界、卧轨地狱出生，这个五道啊，迷得重，啊，迷得最重的阿鼻地狱，啊，迷得最轻的是十法界里面的佛法界、菩萨法界。完全破迷觉悟了，啊，觉悟是本有的，你本来就是觉悟啊，这个人就脱离了十法界，住一真法界了。啊，这一个事实真相是佛在大乘经里面为我们说出来啊，啊，我们才知道啊，我们为什么今天过这个日子？啊，为什么会迷惑颠倒啊？啊，那么由此可知，在世间法里面，第一桩大功德事业，啊，是什么呢？帮助人破迷开悟。啊，这个事情谁能做呢？只有佛菩萨。他自己没有觉悟，他怎么能帮助别人觉悟？啊，自己觉悟之后才能帮助别人啊，这是一定的道理啊。能帮别人多少，要看你自己觉悟的程度。啊，你觉悟的越深越广，你帮助别人就越多。
所以我们学佛要知道我们学什么，我们学觉悟。从初发心到如来地，没有别的，破迷开悟而已啊！啊，迷太多太多了啊！见思之迷破除掉了，你才出六道啊！尘沙迷惑破除了，这才脱离十法界。然后还有四摄一品无明啊，无明烦恼啊，分四摄一品，就从这个后波里头分的啊。四十一品破一品，华严经上这个地位原叫初住菩萨，破两品二住菩萨，破三品三住菩萨啊。所以菩萨的位次有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这四十一个位次，四十一个位次是这么来的。越往上面去，无明越薄啊，到等觉菩萨还剩一品，生相无明啊。这一品无明破了，就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了啊。这个事情六道众生个个都具足啊，所以在佛菩萨眼睛里面看所有一切众生是平等的啊，只是迷悟程度上不同而已。啊，迷得深的往下坠啊，觉悟广的往上升，就这么一回事情啊。佛菩萨大慈大悲，视现在世间就干这一桩事情啊。虽然楞严经里面跟我们讲的诸佛菩萨没有定相啊，没有一定的身相啊，他的视线是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在中国古人里面所说的感应道教啊，众生心有感，佛菩萨就有应啊。啊，诸佛菩萨也没有一定的法可说，随机说法啊，随类现身，随机说法了，都是没有局限的。但是它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原则，那就是帮助众生觉悟啊。这个原则是永远不变的。因为众生的根性不相同啊，所以佛菩萨应现的方式就不一样啊，在佛经里面通称为仪式
啊，现在我们讲方式啊，不相同啊。啊，不但是对各个众生不相同，对同一个众生实现也不相同。啊，为什么呢？比如说菩萨去年给你实现的，今年给你实现的，明年给你实现的，啊，这同一个人呢，但是三个时期你的迷悟程度不一样。啊，去年迷得很重，今年稍微轻一点，明年可能更有进步一点，所以他实现的不一样。啊，他跟你说法的也不相同，跟你说的也不相同。啊，决定令你现前就得利益，这个利益决定是破迷开悟。啊，所以佛菩萨对众生的恩德没有能够相比的。啊，父母爱护儿女，实在讲啊，止于一生啊。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的爱护，生生世世。永远没有间断，永远没有舍弃。啊，众生纵然造极重作罪业，堕阿鼻地狱。无量劫之后啊，他从阿鼻地狱出来，佛菩萨还是照顾他。啊，在阿鼻地狱里面受苦的状况，佛菩萨天天还是看见的。啊，为什么不帮助他呢？他不肯回头。啊，这个不肯回头是坚固的执着。什么时候放弃坚固执着，回头了，听话了。我们常讲的放弃自己的成见，啊，无论是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啊，不再随顺自己的成见了，愿意接受佛菩萨的教诲，佛菩萨就来了。你还要坚持自己成见，不接受佛菩萨教诲，佛菩萨不来啊，为什么来了没有用啊？啊，他在旁边看着，你哪一天回头，他哪一天就来。慈悲到基础啊。啊，你没有回头，佛菩萨不能来。为什么不能来呢？大慈大悲。啊，为什么不来是慈悲呢？因为他来了，你造业更重，你要毁谤佛菩萨。你造更重的罪业，所以他不来啊！啊，这不来是慈悲啊，来是慈悲，不来还是慈悲。啊，那么《菩萨偈颂》里面第一句：“世间所有众佛海，众是众多啊，无量无边的福报。”还在此里是比喻，比喻广，比喻深。啊，你这个福报啊，像海洋一样的深广。啊，无量无边的福报，这句话人人喜欢听啊，哪一个不想求福呢？啊，福从哪里来呢？佛力能生。我们要想得大福报，不能不求佛。于是世间人读了这个四句经文，
哦哟，佛力能生呐、啊，赶紧到庙里面去烧香许愿，去求佛菩萨保佑啊，升官发财。结果啊，你那些供养全部落空了，啊，官也没升，财也没发，那些供养白丢了。这是不懂佛的意思。佛力，佛是觉悟啊！啊，佛力是什么意思？你觉悟了啊，那个力量就能生福。你迷惑是不会生福的。你一定要觉悟啊！幕后这三个字更重要了啊，普令尽普是普遍，尽是清净啊，无量寿经的经体汉朝翻译的清净平等觉经啊，清净平等觉是阿弥陀佛的别号，觉悟的人心清净，念清净，念头清净啊，身清净，居住环境清净，这福报不就现前了吗？真正的福报，是在讲世间人连祸福都不能辨别，把祸害当作福报啊！什么叫福报？他们不知道啊！啊，五欲六尘的享受是福报吗？如果五欲六尘的享受是福报，释迦牟尼佛当年为什么要三衣一钵啊，树下一宿，是日中一时呢？我们今天念三皈依啊，皈依佛二足尊啊，这个二就是佛与慧呀、啊。足是圆满了、啊、满足了。释迦牟尼佛那个生活方式那个福满足了吗？满足了，确实满足了。我们凡夫看不出来。我们凡夫把那个生活当作祸害呀、啊、哎呀这个太苦了。这还能受得了啊。你看凡夫把真正的福报看错了，不认识，把那个祸害当作福。中国的文字好啊，啊，中国文字是智慧的符号啊！你看中国这个祸跟福这两个字啊，形状。你要粗心大意就会把它看成一个字，很像啊！啊，古人造这个字就是提醒你，你要仔细看清楚它是福还是祸啊，福跟祸这两个字的形状非常接近，
不能不留意，不能不谨慎啊。于是我们在这个里面体会到，凡是为自己的，完全为自己着想，不想别人，这是祸不是福。天天礼佛拜佛也是祸也不是福。这个道理要懂啊！他天天礼佛拜佛，为什么？为自己啊，没有为别人着想啊。我修的福报要我享受，甚至于连自己的兄弟姐妹、父母都不肯给他分，不肯分一点给他享受啊，要自己独享啊。所以。念佛拜佛诵经还是祸不是福。国报还是三途啊，来生人生都得不到啊。来生还能得人生，这个佛经典上讲得很清楚。的人生的条件是什么？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来生才能得人生。你不孝父母，不敬师长，自私自利，天天拜佛诵经啊，现在很流行啊，打水陆法会啊，搞这些东西，天天干，果报还是在三途。佛从哪里来的呢？佛从心生，从觉悟的心生。祸从哪里来的呢？祸从迷惑心里头生的。所以心迷所生的是祸。心要觉悟了所生的是福。福报的大小，那看你的心量大小。如果你的心量念念呢都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着想，那恭喜你啊，你已经成佛了。为什么呢？真是佛心啊。佛心是为净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着想的。不是为这个地区啊，不是为这个国家，这个地球啊，这地球太小了。也不是为太阳系、银河系啊。为净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这个人是佛。如果你的心量呢，为这个国家，为这个世界啊，这个地球，你的果报我们知道啊，天上啊，这不是凡人，这是天人啊，来生一定升天。享天福啊！所以你修福报多大了，完全在你的心量啊！这个叫佛力能生普令尽呐。此地讲的佛力。双关语，有自佛力，有他佛力。自佛力是我们自己觉悟了，
明白了，觉悟了，念头啊转过来了。我们怎么会觉悟？怎么会把念头转过来？这一定靠他佛力。佛菩萨教给我们，我们才觉悟啊。他要不教导我们，我们怎么会觉悟呢？于是我们就明白了，我们求佛应该怎么求呢？应该求佛陀的教导啊。这就对了，绝对不是迷信啊，不是供养佛菩萨形象，天天烧香，天天上供，天天许愿，那假的，那完全是迷信呐。佛像要不要供呢？要供。为什么要供呢？这对老师的纪念。我接受老师的教诲，这个恩德太大了。我们供养佛像是知恩报恩的。中国古人讲的返本报时是这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比第一个意思还要重要。供养佛像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让我们时时刻刻想起佛菩萨教我什么？这个意思重要。不供佛像啊，常常把佛菩萨的教诲忘掉了。一看到佛像，哦，佛教给我要孝养父母，我要振作。佛教导我要奉事师长。佛教导我要修慈悲心。要修十善业，一看到像马上就想到了。所以这一尊像供养在那意义就太大了，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向佛学习。要把自己塑造成一尊佛菩萨。用意在此地。决定不是迷信，决定不是拜偶像。世尊教导我们，供养佛像，要把自信的这个信德，真诚心，恭敬心引发出来。我们对佛的心真诚恭敬啊，然后把这一份真诚恭敬心对一切人，对一切事，对一切物，我们自己就变成佛了。不可以说对佛菩萨是一个心，对众生是另外一个心，那你就完全错了。一个心没有两个心啊。我怎样敬佛，我就怎样敬人、敬事、敬物，这叫学佛。所以佛前面的供具不是供给佛菩萨看的。佛菩萨心底清净，一尘不染，他要这个东西干什么？
工具是表我们自己的沉浸，没有办法表示啊，所以用这些供养具表我们自己一点心意，报恩的意思。供具里面最重要的是水啊，就是最简单的工具，连香都不必烧啊。最重要的工具是供一杯水啊。水代表什么呢？水代表心，心要像水一样干净啊，清净，要像水一样平等。所以这一杯水它的意思就是清净心、平等心啊，我们的心清净平等要像水一样啊，没有污染，所以不可以供茶，茶有污染啊，那个颜色就不清净了啊。所以我也看到有一些寺庙里供茶的错了啊，这他不懂得啊，没学过。啊，香，好香，烧一支就够了，不要烧很多，烧很多烧得乌烟瘴气呀，啊，房子都熏黑了。啊，我们看有很多寺庙里面的佛像非常庄严，啊，但是几年之后烧的香太多，佛像都熏黑了，都染污了。啊，所以香的烧太多了是污染。是错误啊！什么事情都要讲求中庸之道，佛家讲中道啊，儒家讲中庸啊，不能过分也不能不道啊，过分是错误，不道也是错误啊，一定要做到很如法啊。所以我们在家里面供养佛像，香至少一支啊，寺院里面、佛堂里面烧香也至少一支，只有在庆典的时候、法会的时候啊，我们才烧三支香啊，啊，平常至少一支啊。香代表什么呢？代表戒定真香啊。啊，所以闻到这个香的味道，晓得佛教给我们要修戒，要修定。啊，六祖在《坛经》里面跟我们讲的五分化身相，啊，那就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之戒，它表这个意思。啊，我们看到香，闻到香的味道，就要想到无分法身了。啊，这个香是就没有必要烧了。啊，不是佛菩萨喜欢闻香啊，那你就搞错了啊。啊，如果再有能力。供灯啊，在从前是烧蜡烛燃油灯啊，灯代表智慧啊，更深的意思它代表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啊，我们在佛前供灯，你要懂得这个意思。在社会上，我们要舍己为人，就是供灯的意思。啊，你看蜡烛烧自己，照别人呐。啊，佛在这里取这个意思，我们在社会上要牺牲自己。为社会、为众生造福啊。
不是享福啊，是舍己为人呢、啊。他取这个意思啊。佛前种种供具啊，都有他很深的教学意趣。你不懂，不懂了，那灯也白点了。那么这些呢，都是属于佛力能生普林经。我们真正要想得到啊，天天提醒自己，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为什么呢？六道凡夫，尤其是现前这个阶段，业障太重，转眼之间呢就忘掉了，非常健忘，烦恼习气很重，改不过来，自己一定要警觉到啊，改不过来，果报就散脱。啊，如果你要是问，你这个话是不是吓唬人的？未必有这么严重啊。啊，我要是把话说穿了，你要是真是明白人，你就懂得了。我说的话完全是真实的，丝毫不假啊！为什么呢？你不是佛教徒，你的罪过轻；你是佛教徒，你的罪过重啊！重在哪里呢？你做的不如法，让社会大众看，嘿呀，学佛是这个样子的，把整个佛教啊让人家看清了，是因你做的不如法啊，连累着一般人对佛教产生误会啊，而生的毁谤，这个罪过你完全要承担。你不堕落，谁堕落了？尤其是出家人啊，所以出家人这个衣服不好穿呐、啊，这个饭不好吃啊。要不能做佛菩萨的好学生，社会大众人的好榜样，你就堕阿鼻地狱。啊，世间行业很多，你为什么选这个？啊，有一些人想到我这里来出家，要我给他剃度，我不肯给他剃，他都不晓得什么原因呢、啊。我把你剃了，就把你送到地狱去了。我明白这个事情，知道的很清楚啊，我不害人啊。那么已经发心出家的了，一定要常常读经，常常听经，你才会懂得，你才会明白，果然能够依教奉行，这个功德很大。这佛经讲的都不是假话，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拥护啊！你是社会大众的楷模啊！啊，你的心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你的行为是看破放下自在随缘。
你一句话都不要说，你就过这种日子，就已经度化很多众生了，潜移默化了，做榜样给人看。那么我们要做一个坏的样子，不是个好样子，果报在三途了。这个道理要懂，事实真相要清楚，要明白。古人感叹地说，袈裟之下是人生，这是最令人痛惜的事情。这个事情实在讲很多，所以谚语里面常说，地狱门前僧道多。这些话其来有字，不是空穴来风。所以我们四众同修在一起，不必说好听的话，不必说客气的话，那个没有用处。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避免在这一生堕三途。这个才是真实利益。应当一心求净土啊。华严经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普贤菩萨劝化的这些众生往生极乐世界的，都是上上根人，生到极乐世界都是生十报庄严土。怎么晓得呢？从十大愿王就晓得了。他叫人在现前依照这十个纲领去修学，求生极乐世界，果报是十报庄严土。你看第一条，礼敬诸佛。哪些是诸佛呢？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都是诸佛。我们要以尊敬阿弥陀佛的心，尊敬毗卢遮那如来的心，尊敬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这个人往生生十报庄严土啊。决定不敢有丝毫虚伪的心呐。傲慢的心呢，染污的心呢，决定不能有啊！功夫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做，点点滴滴起心动念处去修行，把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这样修礼敬呢，普贤的心就是我们现在戒规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普贤心呢，用这样的心修礼敬，就是普贤心啊，决定没有分别，决定没有执着。称赞如来。这个名词
我们要特别留意，礼敬是讲祝福，称赞他不说祝福，他说如来。那如来跟祝福一不一样呢？决定不一样。如果是一样的，设两个名词，在中国文学里面，这就有了毛病。啊，两个名词决定是两个意思。设礼敬祝福，祝福是从形象上说的，平等的礼敬，决定没有分别。称赞是从如来上说的，是从性德上讲的，不是形象。啊，所以礼敬决定是平等的，称赞不平等了。你的思想见解言行与性德相应，称赞；与性德不相应，不称赞。礼敬不称赞。差别在这个地方啊。啊，凡夫有没有随顺性德的地方？有。有没有违背性德的地方？也有。啊，于是对于违背性德的那些部分呢，不赞叹。相应性德的这个部分呢，赞叹。我们中国古人讲啊，隐恶扬善。啊，违背自性是恶，不说话。不赞叹，也不批评，不要批评了，不要毁谤啊，善的这一面呢，赞叹，让他接受之后啊，他自己会感动，改过自新。我做多少坏事，你看人家都原谅我，一句话不说，我才做一点点好事，他都这么称赞，那个人会回头，会改过。现代人不会回头，原因什么呢？他行的善没有人赞叹，他做的恶事好别人大肆宣扬，好你们宣扬，我做更多一点给你看，其反效果啊！今天的社会资讯里头都是隐善扬恶，你说这还得了吗？所以搞得整个社会呀动乱不安，原因在此地。圣人教导我们，跟我们现在人做的不一样。因此，《了凡四训》这个小册子，确实在今天学佛。必修的课本啊，你熟读之后，你才真正了解因果的道理，因果的事实真相，你才有能力辨别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你才能认得清楚。这个对于我们修行就建立了真正的根基，不在这上奠定根基，我们的修行费很多时间很多精力得不到效果啊，这功夫不得力啊。为什么不得力？你没有扎根啊。民国初年，印光大师提倡这个三本书，了凡四训、感应篇汇编、安世全书，用这三本书
给我们学佛的同学扎根呐。无论你学哪一个宗派，无论学哪一个法门，啊，宗门教下贤教密教，都要从这个三部书上扎根。这三部书的内容是什么呢？给诸位说，就是敬业三福。佛在《观无量寿经》讲敬业三福，总共只有11句话了。这三种书是这11句话的详细讲解。我们真正要懂得敬业三福，要不把这三种书念熟，深解意趣，敬业三福那只是口头禅而已，不起作用啊。善里面有真善，有假善，有大善，有小善，有圆满的善，也有偏邪的善，这些事情语言了凡居士给我们分析的很清楚，很明白。这个《了凡四训》他那个有一个电视剧，有没有在做？希望多做。我们同修从外面来的，每个人都可以带一篇回去，多看了，要把它记熟啊。现在这个社会跟古时候不同啊，古时候的人心都比较厚道啊，从小接触圣贤教诲的机会比较多，现在没有人教了啊，父母不教了，学校老师也不教了啊，所以居立圣贤越来越远了，所以造成整个世界的社会动乱不安。天灾人祸频率越来越多了，灾害的程度一次比一次严重，众生依然不觉悟，看这个样子发展下去，恐怕到世界毁灭他也不觉悟。这是佛经里面讲的一禅体呀，没有善根。诸佛如来都没有办法帮助他们啊，这是经典上常常感叹的可怜明者啊。我们这一生有幸呢，还能够接受到圣贤的教诲啊，多少还能懂得一点道理，不能不觉悟。在这个世间想做一桩好事，要经过许许多多的折磨啊，障碍太多了啊，反而你就要做坏事啊，还很多人帮助你，容易成功，做好事太难太难。
我们对于任何一个人都有跟佛一样恭敬的心来看待。这个是学佛，是做人的一个基本道理。一定要把内心里面自私自利是非人我贪嗔痴慢连根拔除希望自己在这一生当中做到纯善。佛在十善业道经上教导我们昼夜常念思维观察善法，不容毫分不善间，这才是重福海啊！这是佛力能生普令尽的，我们真的得到受用佛的这几句话，我们也真的懂得了。理解了佛能开示解脱处解除我们的烦恼，解除我们的习气我们常讲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佛的教诲能帮助我们解除脱呢，脱离苦难，脱离六道，脱离十法界解是从因上说的，脱是从果报上说的如果没有佛菩萨的教导，我们哪里懂得呢？换一句话说，我们心里面的烦恼情结永远没有办法解开生死苦海永远无法脱离，这一定的道理于是我们就晓得了怎样学佛学佛一定要从经教里面学习佛陀在世，我们许多疑难的问题可以向释迦牟尼佛求教佛灭度之后，法宝是我们唯一的依靠，法宝是经典经典我们看不懂，不能解其意求教于有修有行的人真正有修有行，不分在家出家如果我们要一定执着非出家人不可，那你就错了。在家有修有证的大德不少那我们出家人能不能向在家人学习呢？这个问题，释迦牟尼佛在世就示现跟我们看了。把这个问题给我们澄清了。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位大居士维摩诘居士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的维摩居士讲经说法释迦牟尼佛的学生须菩提
舍利弗、目犍连，这都是著名的大弟子，常常去听讲经啊，听维摩居士讲经啊。听经的时候也是见面，顶礼三拜，右饶三匝，跟见释迦牟尼佛的礼节没两样。啊，这种示现就是告诉我们，求学只跟有德行的人去学，不论他是在家出家。如果说他是在家，他身份就低了一等，错误了。佛法是平等法。啊，低了一等是你烦恼起现行。你自己要觉悟啊，你的烦恼起现行啊。啊，普贤行你就更不能修了。普贤行完全是清净心、平等心修的。民国初年，欧阳靖吾大师，这是在家居士啊，他创办一个佛学院，这在中国佛教史上都很有名的支那内学院。这个学院里面就有不少出家的法师是他的学生的，他在院训里面啊，这个院训我看过，大声疾呼啊，佛法是私道啊，要认识清楚啊，私道里面老师地大，不论他是在家出家，是男女老少，只要他居老师的地位，他就是地大啊。我们身是出家人，受过三坛大戒，但是是学生，见到老师就要顶礼三拜，右饶三匝，尊师重道啊。你看看释迦牟尼佛三佛里头讲的，第一句孝养父母，第二句奉事师长啊。这个在家人，或者是在家女众，或者是这个女众还是个年轻人啊，只要他是老师，我跟他学，我就把他看作佛一样啊。这一桩事情呢，这个密宗里面比显宗做得如法啊，密宗上师弟啊，这个上师是个在家女众啊，如果我要跟他学法，必须按照规矩来做啊，密宗做得比显宗如法。啊，好的一面呢，我们要学习啊。显宗现在严重的问题就是自尊自大啊，所以显教今天是一落千丈啊。原因到底在哪里？我们要多想想啊，不肯学习啊，对于认真学习的人呢，不但不护持啊，还嫉妒，还想尽方法来破坏啊，这正是楞严经里面所说的啊，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佛不是不知道啊，佛对于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现象了如指掌，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是佛的真实智慧。啊，我们学佛，唯有多多的读诵大乘，深解义趣，依教奉行，我们才能得真实利益。啊，才能够不受群魔的干扰。啊，我们一心向道，啊，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啊，那么这是坚行阿修罗王，啊，他所修学的法门，啊，在此地提供给我们做参考。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